整个我们这一次的工程总共有营造有664公尺，从我们的海巡署一直到龙岗天桥这一段。那过去这一段因为它是一个三面光的海堤，而且它整个的旁边的一些绿布都是迎合湾外来种，所以我们特别为了改善这边的一个环境营造，在三线的植栽方式用绿布种乔木灌木。那另外迎合湾我们整个去除之后，我们做透过这样的一个抚育的方式把它做去化。我们这边有三大亮点，一个是昆生的广场，就是这边所在地中间有一段是昆生的细照平台，在尾端有一个昆生驿。那这三大亮点都是一个可以停住休息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点。暑假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跟六合曲这边合作了一个环境教育的一个课程，我们龙岗国小的小朋友呢就在六合曲的引领之下，到我们的昆生海堤工程这边的园区进行了后叶牵牛、台江国家公园这样濒临绝种的植物的复育工作。所以呢，将来呢，等到我们这个工程完全都已经完工之后，然后变成是一个除了休憩的一个地方之外，其实因为龙岗国小就是在旁边，就会变成我们一个环境教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域。台南市海岸线是从北从八掌溪南到二仁溪口，那这个总共长度是69.2公里。那这么长的海岸防护，那行政院在109年5月的时候就已经核定了台南市海岸防护计划。台南市海岸防护计划由各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来办理防护。那比如说我们在北门这边，就是八掌溪到吉水溪口这一段，那就是由水利署第六河川局跟林业署来办理七股溪湖跟北门溪湖这一段。那这一段呢，除了我们农业局跟我们水利局以及六合局都有在做相关的一些养滩，或是来做海堤这个加高加固，就中央的水利署以及林业署，那我们台南市政府以及台江国家公园管理处针对这一些海堤的防护，海岸的防护我们都会积极来做，而且投资了非常多的价金。我相信在这样的努力之下，我们可以确保台南市的海岸防护，台南市的海岸是可以稳定平衡的。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从台南的海岸线很长，将近要70公里长，那所以说从北门这边一直到我们南区这边，那中间有经历过很多的海岸或者沙滩，不管是沿岸或者沙岸，那其实对于海岸的保育是很重要，因为中间有蛮多地段是侵蚀很严重，譬如说像黄金海岸，这一二十年、二三十年来，海岸线都倒退了将近100公尺，所以坦白讲，大家很努力，那努力把固滩、把海滩这个守住，一方面守护国土，这是最具体的概念了。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昆生海堤，那这个部分很谢谢第六河川局他们的帮忙。那不仅是把这个国土守护下来，也这个营造了一个亲民，而且让民众可以接近水域看看这个夕阳，或者说来这边休闲游憩的一个好的地方。岸边发展观光，不过却会伫面临塞车的困境，加上中华西路林安桥改建期间对交通冒一定程度冲击，所以议员李克伟伫中日顺特强烈建议市府协调岸边港务公司开放环港另外道路，因为当初岸边港务公司向昆新地区征收土地开发，除了造成四昆新被岸边港隔开变成无尾路。有海水浴场也变成无海水浴场，所以建议开放环港道路，除了疏解交通，也可以带动四昆新一直到黄金海岸的发展。开放这个环港连外道路，
啊，这个加上四群星吼，这条件得天独厚，一定吼可以恢复吼昔日的龙井呐，吼。啊，这嘛算幸福，这四群星一个正义啊，啊，无过去四群星其实是真闹热嘞。迄个市场听，啊，就是安平港开了嘛，嗯，啊，就断去嘛，吼。本来想讲安平港开了，变无几路嘛，对，因为带来欢迎，啊，这嘛说等到四群星稍卡影响着。啊，所以。市长，这个也没有关系啦，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个思考吼，这就是讲安平港既然在底下，我们也是要好好利用安平港哦，成为我们迄个发展的一个帮助嘛。哦，啊，既然伊迄正经都规划在迄个在环港的一个三十米的一个道路，哎，其实安平港吼，它我有时候有那嘛伫个内底行过看过嘛，其实它的腹地是够的，对，哦，所以它那个。我那黑凯勇黑，那其实都是动线是都没有问题的。这外引进来去清楚，会当好起来交通较顺利。哦，刚刚交通顺利，说接线起来效益都未输安平港的经济效益了。议员进一步表示，每年台湾灯会要伫安平举办，伊讲若无积极处理，就是爱有心理准备等候塞车，所以认为伫第四期北外环快速道路也未完成进程，会当马上解决的方案，就是开放环港另外道路。对此，市长吴怡婷嘛回应，会朝向这个方向积极甲公务公司协调。台湾新闻军旗林英根采访报道。为了掩空台湾共和国对面的大湾市场，设立高达已经五十几栋，不过拢无改建，环境乌乌臭臭，市场内已经无摊商，只剩外口面摆摊。议员杨忠雄相当不甘，因为全盛时期有百外家在地店家，嘛是品尝特色小食的好去处。不过因为市场是国有财产私用地，现况业务要支付租金，经营上有困难，所以伫中立村向市场请命，希望市府经发局争取伫110年合约到期之前，将国产搬运，透过公办民营来改造。和市场风华再现，要来甲市场你拜托，是毋是？根据这个资料，恁会当伫恁的系统去帮阮地方拍拼争取，甲伊有偿保养，迄个高中无来，无偿保养是上介好，好、哦，所以希望市场这个问题，我来甲伊凸显出来，拜托你甲阮地方斗努力。要安那甲大安市场会当再做欢迎？用议员的意思来讲吼，为国产播用到慈善了。对，我来甲市场处吼来去研讨一下。你讲的这有道理的，就是讲咱要向迄个方向，吼解决这个地方长久以来吼变作一个包袱的问题。安尼对摆摊的摊商嘛好，因为有一个较好的环境，摆摊环境对消费者嘛好，因为安尼较。较清气，因消费起来较好，对庙里嘛好，吼、哦、啊，对社会公益嘛好。另外，议员会中嘛，将伊提案联署，要伫永康西湾地空地设立宠物公园一案，再次向市长请命。伊表示，该案提出以后，并无反对的声音，嘛是多数人的心声，所以希望市府尽速办说明会来建设。对此，两个长嘛表示。宠物公园是城市进步象征，伫西湾地方地中站设立以后，麦当有效利用，所以希望伫沟通好势，尽速完成。台湾新闻军旗林英根采访报道。曾经担任两届北河镇长以及两届议员的张世贤，面对北河人口严重流失，对过去46000的人口数，到现在无到26000。让他相当感慨，因为当地有关南岭温泉，有北河莲花店观光产业，不过至今奈拢未发展。会长嘛强烈建议，伫北河高速公路卡的糖厂来规划开发做工业区，促进就业机会，积极挽回流失的人口。高速公路落来糖厂带糖的呀吼，高速公路高速道路啊只，哎呦呦，哎吼。迄就会听哦，规划做工业区用，啊无啦，有人来就业，嘛有迄个人客，哦，啊你啦，听讲，我袂啊，
啊，我阵啊遐迄个所在是会动的，听讲遐是台糖地嘛。对啦，台糖地啊，啊，啊本身哦，啊，甲这个都发局的吼，甲讲啊，啊回答哦，迄都回答好，迄个都那是有含无同款啦。以政府来甲迄个所在。咱甲地方来沟通，包括咱地方所有的各位议员，大家沟通，啊来会动的话，咱甲规划做咱市政府要开发的工业区，安尼好无？糖厂要规划做工业区，牵涉的都市发展局甲经济发展局陆续回应，该用地国土计划针对城乡发展的需求已经定案。不过也是需要有拟定开发计划，市场也表达后续会了解地方的意愿，好好来思考评估开发工业区的需求。台南新闻军旗林英根采访报道。我相信的，走走跳跳，学生面上表情就欢喜。妹妹，你现在有新鞋子穿了，是心情怎么样？要不要讲一下？最近有想换鞋子吗？你觉得拿到这双鞋子，你们很开心？有。你这鞋啊，其实拢是台南大湾北好少民众做伙参与的公益募鞋活动。南宁可贵的是，这项跑吧，我们一起向前冲公益募鞋活动已经连续举办十多档，成功募集到超过3000双的新鞋。今年的目标是募得250双，送给咱市十间山区的偏乡小学生。这边呢，好代表我们这次受赠的几所学校的小朋友来感谢所有有这份爱心送给偏乡孩子的每位大哥哥、大姐姐、叔叔阿姨们。好，因为孩子哈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自己最清楚了，每天看着孩子在操场上跑，鞋子是孩子每一天一定会用到的。然后同时，孩子长大的速度真的很快。哦，每一年几乎都要换一双鞋子，因为鞋子代表的就是他成长的过程里面保护着脚，就像保护着我们自己的学识一样。哦，所以今天有这么多的爱心的大哥哥、大姐姐、叔叔阿姨，经过15年了，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很不容易。这是我们大圆柏第十五届办理的一个圣诞公益募鞋的活动，我想。过了15个年头，其实哈，我们以每年来看，大概250位到350位的一个学生，你看已经帮助了多少的学生？那这一次哈，那也特别大圆柏也特别，就是在我们的台南市地区，包括我们的南西、南化、东山、大内、关田，还有东山等10个小学里面哈，我们真的有需要鞋子的部分帮我们来募鞋。那一样哈，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我们的有爱心的我们的市民，甚至我们的有爱心的一些民众们，能够踊跃的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台南大湾北表示，响应公益募鞋活动的民众，会当伫11月26号进前到5楼的客服中心领购运动鞋。你今年所募的鞋啊，将会送予台南市山区的南化、玉山、大内、杜拔、里溪、左顶、北寮、南西、吉贝沙、青山顶十间小学关怀活动。民众所领购爱心活动鞋，阁会当参加百货周年庆满额礼活动，邀请民众做伙来响应这项有意的活动。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在去年成立的台南市樱花环河新站商圈，为了拍响知名度，
将地址为四号五号至两间，加建平里合办饮食第十七集。现场除了有文创商品、美食、二手物品之外，还有团体街头艺人来表演。现在对面那边有新转计划区，这个计划，那刚好也受到一些朋友邀请，就是来成立这个商圈。我是觉得有一个使命感，就想说把这边的商圈再度活化。那除了这边之外，那永华路市政附近的商圈也是我们一个想要就是结合推广的地方。我想咱这商圈是旧年吼，咱成立算新的一个商圈，而且嘛要特别要首先要感谢咱江理事长吼，对咱商圈会使讲非常热心啦吼。为着要咱这场活动，其实咱江理事长嘛有提一寡计划来向中央争取经费，吼，因为争取经费，所以咱今仔这场活动会当顺利举办。除了要带动商家心理，环境优化也是这次的重点。商圈特别提供缤纷的三角花盆栽，和会员商家美化店面，共同实现街头绿色活络商机。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讲到碰柑，台南北河南寮所出产的上出名，这种青皮吃起来酸甜，滋味真好，受到不少人的喜爱。台南市府结合北河区公所，在1月11号要伫咧关南岭举办碰柑节活动。南寮的碰柑或者东山的青皮碰柑都是好碰柑，只要好吃的都好碰柑，所以不管是灯黄的还是东山青皮，拢是最好吃。所以欢迎大家来。活动现场除了有碰柑展售以及美食之外，市员李宗翰特别问下知名酒吧，以南寮碰柑制作酒品特调，来送予到关仔岭大房的旅客，将温泉、农产甲富城酒吧文化结合，要造予旅客足甘心的回忆。关子岭要把它延续更长的生命力，甚至让它不只是在冬天有这样子的活力，让夏天、春天大家都喜欢来关子岭，就要透过用这种一加一大于二的方式，然后不仅是碰柑鲜果可以吃，而且它还可以做成果露，或是做成这个餐酒，调成鸡尾酒，这是非常合适的一个新的吃法。目前也正是关仔岭温泉美食节期间，市长恩伟提推荐游客中昼先食红阿鸡，下晡去到南寮买碰柑，暗时参加关仔岭酒感性活动。区公所同时也推出三条爬山路线，欢迎大家来佚佗。台南新闻宋怀采访报道。历经长达十年的时间，轻轨成员的目标即将实现，大顺河堤路口的最后一小段钢轨也焊接完成，让全长 22.1 公里的钢轨轨道在十月就率先首尾相连成员。高雄环状轻轨从102年施工到现在超过十年，那期间经过了很多的一个波折，那好不容易那我们在整个到昨天，我们整个轨道铁轨已经成圆了，轨道已经成圆了。就是这个地方最后一段焊接的位置漆上了白漆，象征着新的里程碑。我们会做一个纪念性的一个标志，来彰显在这段时间大家对于整个城市建设的一个努力。配合机电设备的安装，所有的轨道工程也将在11月初完成，同时进行试车。而影响民众最大的路口交管与路面平整，也将会在10月底、11月初完成。成员初期的试营运仍会维持现状，包括营运时间、离尖峰班距，不过会同步启动提速计划，目标是将现行每小时约15至16公里车速提高到18公里，尖峰班距更渴望由10分钟缩短到7.5分钟。一圈的这个时间大概是75分钟，那75分钟的时候，大概75分钟，那如果10分钟的话，那单趟大概8列车，那来回就16列车。那16列车的话，那我们目前是24列车，所以它还有部分还有8列车的一个余裕可以来做备用车，所以我们会多管齐下。目前轻轨共有86个路口，后续也会在半数以上路口设置科技执法，以减少违规情况，进而提高路口穿越速度。记者郑光佩、庄淑婷高雄报道。末代矿工摄影展邀请台北科技大学郑怡文副教授担任策展人。
并与合同矿工文史馆合作，将矿工文史馆整理累积的文物、摄影作品及北科大成果串联，透过近30位参展者的见证与视角，用影像穿越时空，并交错呈现与末代矿工有关的劳动史。这次的主题末代矿工摄影展由五个子题组成哦，其实想要说的是一个关于矿工末代矿工出坑跟重生的故事。那这五个子题，第一个是末代的浮现哦，在谈末代是怎么回事。那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末代的呐喊、末代的见证，还有末代的再造与共创，然后末代的期盼。我们是希望透过这五个子题，述说一个末代矿工出坑与重生的故事，然后希望这个矿工矿业的劳动文化能够继续的发扬光大。尽管台湾早就没有煤业了，但是呢，过去四五年来，有一群老矿工在猴同努力的把这个矿业的文化保存下来。那我们透过这个展，一方面是希望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努力，也希望这个透过这个展，能够让矿业的劳动文化能够永续发展、传承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办在高雄劳工博物馆最主要的目的，希望透过南北两地的馆馆串联哦，让劳动文化能够继续的发扬光大。透过一幅幅的矿工影像，一起回顾那段坚韧且辛酸的采煤劳动史，与末代矿工如何争取权益及打造保存矿工文史的历程。哦，我二三岁做过三十一岁的矿工来的做七年，我迄当阵的矿工来是算上少年的，凭我国较少年的人就真少真少，所以讲矿工来的像温志远的算上尾代。上尾来碳钢工啊，佮起哩拢八十几岁、九十岁啊。像碳钢工讲，正经剩无偌济人啊。但是碳钢工迄当阵对台湾的贡献是较大啊。1940、1940到1960年，迄当阵台湾的经济是靠拖炭哦发电嘛。迄当阵火车嘛要用拖炭，部队行煮饭嘛要用拖炭。所以讲，迄当阵拖炭对台湾的经济是足重要的物件，但是。这段故事都没了。透过展览拉起台湾东北角的矿区与南台湾工业城市的煤记忆，牵起河头矿工文史馆与高雄劳工博物馆的馆馆相连，即日起开放参观，展期至113年4月6日止。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